酒店哦，它是偏小颗，好像给冷丁一样。它的特色就是皮薄、香甜，有酒店的香气。那新宅啊，溜店好像就是玉器，好像那个十年啊、十五年啊，那个就属于玉器。啊，它生出来酒店很大颗，皮厚，没有那么甜。啊，差别就在这边。那古坑乡民哦，就是说我们种柳丁的柳丁农，都喜欢吃这个偏小颗的鸡蛋丁底下的这些小颗的柳丁。啊，大家消费者哦，可以自己尝试看看说，买个大颗的，还有买个小颗的，尝试之后就知道说哪一个比较好吃。每个人的口感、味觉都不一样，自己挑自己喜欢吃的就好。好，谢谢。谢谢柳丁，所以我的柳丁长哦。拢是35年老长，啊，阮爸种，迄当阵是差不多已经种15年啊，啊，我20年转来，甲今已经经过20年，所以阮的柳丁长加加起来35年老长。嗯，啊，你家己后来是种了多少那个你们总共有多少地啊？这样子，比如说成本开销或什么？啊，这阮爸种的柳丁园哦，伊有7分地，范围啊，以前算讲柳丁产迄个范围哦，无种遐尼济，较无病虫害。啊，阮爸迄当阵产量哦，7分地可以收成到75000斤，75000个大斤。啊，即当阵因为气候变迁啦、啊，空气污染啦、啊，啊，还有一些病菌的产生，产量是一年的递减。递减到即当阵，我的柳丁的。地上它会破掉。